们这个模具也是需要设计的吗？还在护的那层，涂的那层啥？叫麦芽膏。麦芽膏起到润滑的作用。哦。就是防止它抽的过程刮花。包装现在是越来越棒了。哎，它这是每一层，哦，每一层都有。嗯，每一层都有。这种纸是后面专门买的吗？嗯。哦。这些的话，我们平时都有的。都有在用吗？这个就是专门要买，这个就没有人在用。这个牛皮纸。